来两瓶酒，一盒烟，甭找钱。真够凉的，来这儿，夜间不营业啊！出去，跟我出去啊！怎么意思？出去，给我出去！你少来这套，我还不知道你，这回成了吧？哼，秃子兄弟，这是你，再换个主啊！谁死？你让他早残废的。哎，让着咱们跟我玩。哑巴。 正宗的洋河大曲，啊，是真的吗？没错。哎，哑巴，拿过去。哎，来，哑巴，接着。哎，我说啊，我们哥几个来这儿的事儿，你知道没看见？放心吧，我什么也没看见，什么也不知道。 好嘞，哥几个喝着啊！好嘞，好，吃，好家伙，给他点上。哎，哑巴，把货拿出来吧。对啊，拿过来看一看，看一看，看一看。来，哥这儿，过来。啊，金鞋，金鞋。 没听说过做梦能发财。
最坏，命运全靠自己来安排，不义之财还借寂寞贪占呐，是福是祸人好自明白呀，不义之财借寂寞贪占呐，是福是祸人好自明白呀，之后你自明白。哎哎哎哎呦大爷，你哪别动、啊、别动别动，嘿你这是干什么的？什么事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哥、啊、店里没什么事儿，我出去一下。上哪儿去？这你就甭管了。哎凤过来啊，你过来顺便找找大宝，让他呀早点回来吃饭。好吧。哎六顺啊，哎六顺，哎呦我正想你们呢。六顺，我们哥几个到你这来想好好喝一顿找个乐。哟正宗的钱谁不想乐呵乐呵，来来来，哎到这边来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我说哥几个你们来点什么？别忙啊，既然我们哥几个到你来找乐了啊，你就把金枝嫂子请出来陪陪我们。对、哎、就是哎六帅六帅陪我们、哎、这你就外行了，这眼下呀十兄又女招待，是是什么男招待女招待，那哥伺候你们不比他强。哎对了，哎呀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您这副尊容、啊、还不够我们哥几个看半年呢。哎呀就是你还是把金枝嫂子请出来。哎呀你看让他干什么，你看多掏钱还不行。哎呀可是这会儿他不在呀，你看他到那个什么地方去干那个什么去了，你看看这不在啊。撤撤走！哎，我说兄弟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兄弟，兔子兄弟，你别走啊！你瞧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快过来！嫂、哎、子、哎啊，还是嫂子开动啊！我呀，可正等着你们哥几个呢。真的？哎呦，哎呦这臭小子！干什么？你们别踹我，别踹我！谁这么对你？无理说了，快快快！来来来来，进来进来！好嘞，嫂子。哎、啊，快进来！哎，金枝，你别这么吧，你让我……哎呀，这没你什么事儿了，你进屋干活去吧啊！哎，我说秃子兄弟啊，今儿个你们哥几个可得多喝几杯啊！哎，那没错，跟嫂子说心里话，我们哥几个兜里这点钱，不花在嫂子您身上，他心里就痒痒的嘛、哦。嫂子，您可真是朵好花，可惜插在牛粪上了。我，六顺，六顺啊，你把那塑料桶的酒递给我一个。哼，真是，看你德行样吧，屁本事没有，醋劲儿都不行。不是，哎呀，你快点。哪有老婆，还瞅着别人老婆眼馋、哎，什么东西？哎，六顺啊。嗯这家具有商标，你怎么还没把它换了？我可告诉你啊，这让人发现了，捅了娄子，我可不饶你啊！没事，拿去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干什么呀？哎呦，你快拿过来！再兑凉水就没法喝了，真是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哥几个接着喝。没给他忘了撒泡尿，就便宜了他们。富根，走吧，上你们酒吧看看去。别忙，还是先看看大宝吧。大宝，在哪儿呢？我正找他呢。你瞧，那不是，打我一上班啊，就看见他坐在这儿，也不知道干嘛。我问他，他也不说。哎，大宝，坐着干什么呢？嗯。你爸叫你回家吃饭呢，走吧。嗯。哎。你是不是又在等那个小彩云呢？啊？啊。他们县剧团在柳区演出，就住在这个宾馆。我等他，等他签个名。你这傻小子，老找人签名干什么呀？别胡思乱想，快回去吧。
大宝，别犯傻，走吧，走吧。不，你别管。哎，走吧。大宝怎么了？哎呀，前几天看了一场县剧团演出，被台上的一个叫小彩音的演员给迷住了，整天茶不思饭不想的，丢了魂似的。害了相思病。我没嘴，别拉着我！我没嘴，别拉着我！你慢走啊！你还不知道你喝痛快了没有？哦，喝痛快了！别看这酒没什么酒味儿，有嫂子你陪着我，喝凉水都痛快。哪嘛！欢迎你们再来啊！来，再他妈喝凉水来！嘿，他妈贱骨头！你骂谁呢？我骂他们呢。你想想，我哪敢骂你？来，屋里坐，歇会儿去。来，坐。来去。我还不知道他们什么人啊！和你光吃醋有什么用？你看看，你能赚回这么大数？那是。给你。是啊，不，来，我收拾，来，你屋里歇会儿。哎呀，歇会儿，你看你屋里歇会儿去。掌柜的，啊，掌柜的，啊，给来2两，1.7的，过来吧。哎，给，谢谢您。我说掌柜的，你这酒怎么没酒味儿啊？没酒味儿，那什么味儿啊？马尿味儿。你甭骗我，我一天三顿顿顿喝酒。没错，你这酒里兑水了。乡下人真难打交道。得，我退回来。退？我都咽肚子里退什么？你好，你别怪我咒你。靠这时候你要是能发财，也不得好死，缺德缺的。哎呀，你看我那好精神似的！别拉我！我求求你了！别拉我！我求求你，行不行？你看你别这样！这次说什么咱们也得离婚！嫁给你是皇上妃，我咋当了半辈子没了？金枝，金枝，你看，金枝，你，哎呀，你听我慢慢说，我求求你，你别走！别拉我！我给你跪下了！你看你这人怎么这么烂啊？你放开我！你打你打！你打我了！你个该死的你！哥，嫂子，哎呦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出了什么事了？你还不知道啊，咱们酒馆叫工商管理所查封了，他除了卖假酒屁本事没有。你拉我起来，我得走，我得跟他离婚。
先别慌，听我说一句，就是这样和我哥离婚，也总得先去办个手续啊，哪能像小孩过家家似的，说散就散呢？你说呢？对，还是小凤说的对，咱们老夫老妻就这么散摊子，那不让街坊笑话吗？你少废话！不废话。你跟我到屋里来。到屋里来。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说。哎，金枝别着急了，我来。金枝，还让我来，让我来。哎，你不要这。哎，金枝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来，我帮你卸下来，你把累坏了啊。你别管。哎呀，别这个。你坐下。哎，不，听我说。不，我不坐，我就站在这儿。你想说就说，想骂就骂，越尖锐越好。我问你。你还记得吗？去年这会儿我跟你闹离婚，你吹胡什么来着？那我说有个相面的，他说我一脸的福相，还说我到45岁那年准能够走大运发大财。那会儿我又说什么来着？那你说什么来着？那你们什么也没说呀？胡说。我胡说。当时我就告诉过你，我才跟你过上一年，这话要是实现不了，咱就吹灯拔了。有这事没有？有，没错，你就是这么说的。这一年说话可就过去了，后天就是你45岁的生日，到时候你还是这份德行，咱就非离不可。这那哪行啊？算今天也就只剩下2天了，让我到哪儿发财去？哎呀，再说那项链都是封建迷信，那怎么能算数呢？你说那是不是？这我不管，当时咱就这么说定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出去吧。好，没事了。哎，干嘛？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没话了。没话了，好，那走了。哥，你别做饭了。废话，不做饭是什么？我今天请你和嫂子去喝我的订婚酒。订婚酒？你订婚？嗯。跟谁啊？他叫周福根，人挺好的。好，不错不错，来，富儿。哎，来，哥问你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嫁过去？我不嫁过去，她呀是来咱家做上门女婿。什么上门女婿？不行，我反对。哥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听你说，我也不喝你喜酒，我自个儿做。啊，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答应，你想把我嫁出去，独占爹妈脸上的财产，没门。我就是要找个上门女婿回家，跟你平分天下。平分天下？平分。哎呀，我说凤儿，你听哥说，凤儿，你听哥说嘛，你呀，这个小凤儿，开门的小凤儿，你听哥说嘛，你，凤儿，开。行了，你什么也别说了，我正式通知你，咱们分家，你呀少给我一根针都不行。哎呀，小凤儿，凤儿，你这叫什么事儿吧？都他妈冲着我来了啊！分家的分家，离婚的离婚。不让我活，我不活了，我。哎，你嚷嚷什么？我敢嚷嚷什么？我自杀去，我自杀还不行吗？我啊，我说都别拦我，都别拦。好，谁都别拦。我不拦你。给你。吃吧。这什么？耗子药。哼，灵着呢。我才不吃呢，我知道这玩意儿啊不好吃。哼，谅你没这骨气。哟，这人怎么还在这儿呢？别理他，好，咱们走。这是谁呀、啊？哎，小哎，你干嘛呀？讨厌，别理他。这小子真有瘾，等等我，来了好几天了。去，干什么你？来，等等。哎，你等等我，等等。哎，来来来，陈大爷，给我高啊！来，我来。等等，小大爷，您好。你是谁啊？找我有事儿吗？我叫刘大宝。啊，我想请您签个名。好吧。
我不是给你签了好几回了吗？对对对，哎，没关系，哎，签的越多越好。你这个人精神有毛病吧？哎，肖大元，哎，我是兔子兄弟。嗯，六叔，哎，不，六叔，不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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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兄弟，哥有点事儿，想求你帮个忙。嗯，什么事儿？哎，我说，哥眼下有点难处，你们发财那个门路，能不能把哥也带上？嗯，什么？把你招待上啊？你那点够用吗？啊，够用，够用。六叔，啊，你嚷着甭吹。不，今天晚上你要敢到坟地背个死尸回来，那再有好事，哥几个带着你。怎么样？对对，怎么样？醉了吧，尿了吧，你呀，啊，也就是块卖假酒的料。假酒去吧，卖你的假酒去吧。哎，六叔，哎，你等等，啊，我跟你说，不敢，说归说，做归做，那金鞋的事儿你可不能说出去。放心吧，我什么也没看见，什么也不知道。六叔，六叔，这嫂子带好啊。回见回见。亚杯喝着呢。哎，你妈在家吗？啊，好，报仇。三姑，三姑，哎，进来吧。三姑，哎呦，三姑，哎呦，我在桌子底下呢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你快，啊，快拉我一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三姑，哎呦，三姑，您怎么钻桌子底下去了？嗨，别提了，我想给黄大仙上猪香，可一瞧牌位没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在桌子底下去了。哎呦，三姑啊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想问问你，那金鞋怎么一只啊？啊，可不一只吗？一只。嗨。我倒不是信不过你们，可你们怎么不转着心眼儿？你想，给死人陪葬总得一双鞋呀，哪能陪葬单只的呀？哎呦，对对对，哎，这点心眼我倒是有，就是一高兴忘了用了。哎，这样吧，后半夜我就找哥几个去一趟。等等等等，去那么多人干什么呀？心眼又忘了用了啊！去的人越少越合算。哎呀，这我还不清楚。那地方太瘆人，我一个人不敢去。怕什么？我让哑巴去给你壮壮胆儿，我再替你们求求黄大仙保佑，不就行了吗？得得得，这就不让你费心了。我这就给大仙磕一个，一百，二百，三百，就那双哦。哎。哎呦呦，哎呦！对，嘿，金枝，金枝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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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金枝，哎呦，金枝，快往里挪挪，往里干什么？让我睡一会儿。去去去。哎，你看你这人意思吧，哎，你看你，哎，我说金枝，你听你听我说呀，你忘了前几天我跟你说的赵秃子挖金鞋的事儿？去，那关咱什么事儿？你看你别着急嘛，你看，哎，你想想，给死人陪葬金鞋，哪有陪葬一只的？我想今儿晚上咱去碰碰运气，也许能找出另外一只来。嗯，你的意思是？人家偷驴，咱挖掘儿，就是啊，也许能拔出个金人来，那就应了下面人说的话，咱们就能够走到运，发大财了。来，快快，让我睡会儿。哎，啊，你急着睡觉干什么呀？哎，小时候我二姥姥说过，办这种事啊，要试一下能不能带金子的东西，那就准能够招财进宝。这话你也信？哎呀，那信不信算什么？试试看呗。来，快这这。哦，好好，你快睡吧，你快睡吧。好，
领事儿，我说领事儿。柳顺，哎呀，干什么呢？你这什么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要做梦吗？哎，你做了没有啊？哎，你还别说，我还真做了个好梦。真的？哎，你梦见什么了？我梦见给你洗脚来的。哎呦，你可真叫惯了你、哎、那么多带金子的东西，哎，你都梦不见，你刚才梦见给我洗脚干什么呀？你呀、啊哎、你这边就这点出息了。你听我说，哼，哎呀，我说金枝，哎呀，我好金枝的，你看看、哎、你别生气呀、啊、哎，我这梦里呀、啊、带金子。哎呀，带个屁。哎呀，你听我说嘛，哎，你听我说，你想想，你的名字不是叫金枝吗？梦见你的金子不比什么金子值钱呢？啊，哎，啊，你还别说，这事儿啊，兴许还真有点灵验呢。什么？哎，你刚才梦见我那会儿 啊，哎呦，我这左眼睛一个劲儿的跳的。哎呦，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哎，这说死也得去碰碰运气啊、哎！我去收拾家伙去。哎，我说金枝啊，哎，你呀、啊，找几件衣服，咱们玩。哎。可真瘆人呐！别怕，要去小彩云就得豁出去。走。哎，等等。啊！哎呀，我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呢。哎呀，又怎么了？哎，我这眼睛一个劲儿跳呢。哎呀，左眼跳财，右眼跳。哎呀，不是，不是左眼跳，这会儿啊又变成右眼跳了，跳财。哎，赶紧收拾收拾。好了吧？啊，好好好。哎，我说，咱们相互拉近点儿、哎，就说死也要死到一块儿。哎，走，哎，走。你别怕，宝，别出事，别出事。
我看见一个白毛老太太啊，小脚啊，还长着胡子。哪儿他妈白毛老太太还长胡子？哎呀，你胡说，准是看花了眼了。反正说再回去，回家了。哎，大宝，大宝。哎，这啊，刘顺儿，哎，我也不去了。哎，你，金山儿，啊，你们都不去了，让我一个人去。这，刘顺儿，你也别去了，我不跟你离婚了。啊，真的，金婶，那咱们回家去吧。哎，啊，咱们回家去。我认你了。金婶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金婶，哎呀，你看看你，你别哭啊，你呀。哎，我知道我窝囊，让你跟着人受委屈，可冲着你刚才那句话，就让我为你去死，我这心里头也甜的。你坐下歇着，我一个人去。刘顺，不要管我。刘顺，顺儿，就冲你刚才这股子劲儿，还真像个男子汉。就冲这个，我死活要跟你一块儿去。好，金枝，就我，哎呀，让我说什么好？柳顺，咱们走。哎，跟上。哎。到了，到了，就这个老槐树底下。这儿啊？哎，哎，这是谁家的坟呢？不知道。哦，这都是老年间留下的荒坟，哦，没人管。啊，哦，哎，金枝，啊，我一个人下去。哎，你在这儿听着点儿。你放心吧，万一来了人，我有办法对付他。哎，哎，你小心点儿，小心点儿。没事，没事。你看看，这鸡血找到了啊！你摸摸，你摸摸，多好！找到了，怎么说？咱发财了！可不，咱发财了！哎呀，发财了！发大财了！Ha ha ha!
行了行了，别要个没完的了。哎，起床吧。来，把它放起来。哎。你好，月娘娘，比双飞在人间呐。哎，我说呀，这只金鞋总得值个万儿八千的吧？什么？多少？万儿八千？啊？瞧你说的。这是金鞋，少说也得十万八万。真的？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天哪，咱们找个买主，把他一出手，把钱呢往银行里一存，光吃利息啊，每月就得七八百。哎呦，到那时候啊，咱们两口子什么也别干了，就坐在家里吃香的喝辣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美了，给你啊，你去银行啊，去取点钱，你想吃什么呀，你就去买什么。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怎么都忘了啊？今儿是你的生日。哦，是啊，你是咱一家之主，有功之臣呢。今儿个我得好好的呀，给你祝祝寿。我走了。哎哎，等等。哎哎呀，大宝，哎呀哎呀，大宝，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，你就是去哪儿也得跟你爸说一声啊。就是上哪儿去跟老子说一声。可不是嘛。爸啊，我想去找小彩云，正式向他提出交朋友。小彩云，去吧，告诉他有什么条件啊尽管提啊。你爸不趁别的什么，就是趁钱。哎，妈走了。哎，早回来。等等，金枝，哎，给他俩钱，到那儿请人家吃点什么，喝点什么，看点什么，别抠门。哎，好，给你。哎，都给我吧。别动，拿走了。这小子真随我。什么呀？艳福不浅。去。瞧你，得心眼儿。锦芝，嗯，你怎么了？我想求你个事儿啊。说吧。那我说了，你可不能生气。哎呀，你有什么话就说嘛。我想亲你一下。啊？哎呀，行啊，别说一下，十下八下都行。真的？哎呀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哪能在这儿啊？急什么呢？啊，嗯，到屋里去。哎呀，你快点儿。哎呀，好金枝儿，你看你真漂亮。哎呦，你可该死的！我，你怎么下嘴咬我呀？你到那儿看萝卜呢？哎、不是，哎、我没闹好。走，一二，一二。怎么这么个打扮呀？赶时髦嘛，向你们看齐。好，我来介绍一下，伯根。哎，这是我哥，大哥。啊，你吃，您吃，您吃。哎，我说范儿啊，我跟你嫂子合计了一下，这酒馆啊就归你们了。真的？哎呀，那大上小，狗不咬嘛。那哥，你们怎么生活呢？没事，你嫂子有个远房鼠辈哥，在这个省城里头办了个贸易公司，我给他们就跑业务啊。这酒馆你们就经营吧。好的。不过啊，范儿啊，这哥可没现金给你们呐。啊，没关系，到时候把摩托卖了，钱就有了。那好，那好，那你们玩吧啊，哥走了。哎，你回去吧。哎，彩云姑娘，以后可要常来呀。好，我一定来。哎，你还愣着干嘛呀？他爸呀，你看这谁来了？
哎呀，多玩一会儿，留下来吃饭嘛。骆大叔，我还得赶快去参加排练，今儿就不给您过生日了。过几天我请您去看我的戏。好好好，一定去。哎，慢走啊。哎，马上我去找你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别忘了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哎呀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真是。哎呀，你呀，快进去看看，给你买个寿礼吧。哎，儿子。哎呀，快进去。他爸呀，你快去看看，这都是给你买的寿礼。哎呦，这得多少钱呢？这个火腿肠。哎，金枝啊，我这一辈子生日，今儿一天的全都过了。以后咱们有的是钱。哎，就是还带我这仨瓜俩枣的呀。哎，就是咱有钱。今儿个呀，就是为了让你高兴。哎呦，金枝啊，你真好。啊，你下去老点什么？啊，宝，你快点儿！爸，给您，孩子，您快看看。哎，这买的是什么？王八啊，王八啊！哎，王八，你老子过生日，你给我买个大王八，我他妈揍死你！哎呀，他妈，这小子他全骂我的。谁骂您了？千年王八万年龟，一百年的老刺猬，我祝您活到一千岁啊！就是他爸，这玩意儿名字不好听啊。可这东西呀、啊，又大补又长寿，给你过生日不是最好的礼物吗？你看你，嗯，都是的，这也是。哎，啥呀？啊，这玩意儿，好吧，不错吧？哎呦，啊，怎么了？哎呦，爸，怎么了？你，哎呦。啊！哎呦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让王八给咬了鼻子？哎、了啊！大宝，大宝，先拽，别拽，别拽，鼻子拽掉了。哎妈！哎妈！啊！这东西咬人，给我撒嘴了。哎呦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啊！这妈妈，我听人说，哎，听见驴叫，哎，他就撒嘴。驴叫啊！我往哪找驴呀？哎呀，别咬了，这不就自个儿叫吗？我们自己叫，我们叫。哎妈，我可不知道是公的还是母的。哎呦，什么公的母的呀？我们跟着一块叫吧。啊！哎呦！啊！啊！你快去把小姑叫来吧！哎，好，你快去！好，小姑，哎呀，不好了！哎，快去看看吧！我绊了鼻子，哎，让王八给咬住了！什么？哎呀，怎么回事？王八给咬住了！哎，别提了，哎，别多问了，这王八咬着，死也不撒嘴！快走！哎呀，光你去有什么用啊？我看这事还得找个乡下人问问。乡下人来不及了，快！哎，那边有个乡下人，快去问问他吧！哎，快！大叔，大叔！大叔，哎，大叔，大叔，快点！什么？哎，什么？这个大叔说他有办法。哎呦，他大叔啊，麻烦你了。好，别着急，爸爸。哎呀，我的我呀！大叔呀，抬起头来，别疼了，疼！哎呀，疼！没事啊。哎呦，哎呦，是你哦，是你啊，老哥，卖假酒的那位。别提了，这是你应得的报应，活该，我不管。哎呀，老哥，你不该管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老哥，你救救我呀！让我救他可以，他必须认个错，要不认我就走。哎呀，我认了，我认了，我哎呦，我觉得我该死，我不是人行不行？要您救救我吧，老哥呀！哎呦，好，觉得可认错，我也就不难为他了。谢谢你了。我说，你们家有水缸吗？没有，那儿有个鱼缸。啊，鱼缸也成啊！哎，跟我来。哎，不行，你别抱我，你别抱我。哪儿那么多鬼心眼啊！你别抱我。走，哎呦，走，哎呦，他这是要干什么？摘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哎，下来了。哎呦。哎。哎呀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！哎呀，死王八，你看看！哎呀，老哥，今儿晚上我请你吃甲鱼啊！行了，吃甲鱼。往后啊，别再干这种不要鼻子的事儿了。哎呀，别这个了，这个。什么？那只金鞋在刘六顺手里？是啊，就是啊。二愣子，
你把这事儿跟三姑说说。哎，是那么回事，那大宝啊，现在正跟我表妹小彩云啊搞对象呢，是他跟小彩云说的，还拿出了金鞋呀、啊，给小彩云看了一眼呢。哦，事到如今，你们还来找我干什么？哎，三姑，你得出了主意呀、啊哎！咱玩命也得把金姐抢回来呀、啊！你说是不是，三姑？出主意、啊、哎，依我说，你们就算了吧。嗯，什么？别再呀，闹腾了。哎，三姑、哎，您不能这样啊！三姑，您出了主意呀、啊！那、哎、不咱们就那么就认了？哎、他还偷便宜的小子，不行，非不行！三姑，您出了主意。你们呀，要是不听我的话，再闹腾下去，让公安局的盯上你们，把你们都抓去。啊！走，走走走，走不走？走走走走，走。哎，对，兔子，你等等。啊，哥几个先走着。走，三姑。我说你小子真是缺心眼儿，怎么的？又拉那么多人干什么？哎，您的意思是，咱娘俩干？可不，这么便宜的买卖，干嘛七股子八分的？哎呀，三姑啊，真有您的。您说怎么办？我听您的。听我的干嘛？咱听大仙的，大仙说了，刘六顺没那么大的福分，金鞋归他，神鬼难容。对，咱来他个神鬼难容。哎，大清早上你学他干嘛呢？这是。你说怪不怪呀？啊，咱的鞋一只都没有了。鞋怎么会没了呢？我瞧瞧。哎呀，你别看了，这是真的。妈，爸，你拿我鞋了吗？那、啊、你鞋也没了？我一只都没了。啊，这是，真是怪了你。哎呦，啊，这门怎么开着呢？哎呦，宝啊，你开门了吗？我没开。啊。哎呦，这事是夜里进来做贼的了。不，这不像是贼啊。哎，那你说不是做贼的是什么？哎呀，你想想啊，要真是来了做贼的，干嘛咱们家那么多值钱东西他一样都不拿，专门拿咱的鞋呢？哎呀，说的就是嘛、啊、哎，你说是怎么回事？我说，哎呀，啊，哎呦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这事儿可真邪乎。邪乎啊！哎呀，八成这死鬼跟他要鞋来了。哎呦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怪吓人的，哪有这事儿啊？哎呀，我也不想有这种事儿 啊。可你想想啊，咱们三口的鞋怎么一只都没了啊？还不是咱拿他的鞋，他没得穿，跟咱们要鞋来了啊？哎呦，这事儿是够邪乎的。这样吧，咱们去给死鬼上上坟吧。哎，再去给他买点纸钱儿，给他烧烧，兴许就没事了。对呀。哎，我去拿几双旧鞋来。回来啊，咱们就这么光脚丫子去啊，让他看看咱们也没些。来来来，别戳着了，快跪下，快给他老人家磕头了，来给老人家磕头。啊，您老人家受头了，一叩首，再叩首，三叩首。爸、哎、爸，别站、哎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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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这孩子、哎、你那我嗯、哎、鞋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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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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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大宝啊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到酒店住去，这家我死也不待了。大宝，哎，这，他爸呀，你说，咱家的鞋怎么都跑到坟地里去了呢？怎么说？咱家真的闹鬼了，要不啊，我也换个地儿住吧。金枝儿啊，事到如今，咱。
咱可得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啊。我听说呀，门口撒点鸡血能辟邪，咱也买只鸡撒撒吧。对，亏你提醒啊，咱得烧着高香，哎，不管是神是鬼都把他伺候好。哎，锦芝啊，你睡会儿吧，这儿我盯着。哎哎呀，别就眯一会儿吧，别动，别动。有人，有人。别怕。刘顺，你出去看看吧。你叫我去。废话，你不去喊我去啊。我去。打死你！
人不用手，用牙咬。兔子兄弟啊，有话慢慢说嘛。啊，当兵说的。啊，把机器拿来，不然我就勒死你。我去拿，我去拿，我去拿。可把咱救了！哦，是小凤他们来了，你快开门去！哎哎哎！哎，你快点！凤儿，嫂子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凤儿，没事，不知道啊。没事，刚才来了小偷，哥三拳两脚把他打跑了。哎，我说也不会有什么事儿嘛，哪会闹鬼呀？就是。哥，嫂子，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，店里还加班呢。你去吧啊。好，那你们走吧。走吧。哎。忙去吧啊！哎，大宝，我才不跟家住呢。哎，臭小子！哎，六顺啊，你怎么不把刚才赵秃子的事儿跟小凤说了呀？哎呀，那能告诉他吗？这要叫公安局知道了，咱的金鞋还能保得住吗？看来咱防的不是鬼，是人呐。真累呀、啊！这事儿啊，可保险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呀，啊，再保险也不能老这么放着呀，你得赶快找个门路，把它换成钱，要不然咱可就坐吃山空了。哎，这你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哎呦，来，给你。好嘞，哥，接着。好，放。哎，来你哥。来过来，来酒吧。妹妹，哥是找我吗？不，找福根。福根，哎，哎，福根，哦，福根，哎，哎，哥问你个事儿啊，你们的宾馆里头有没有香港人、外国人？有啊，哎，能不能给咱介绍一下？我现在已离开宾馆，跟小凤一块开店。再说您找他们干什么？啊，不，没什么事儿，随便聊聊聊聊。我走了，慢走啊，哎，妈。哎，小得了！哎，得了得了，怎么样？真像呀！彩云姑娘，大宝，这是？哦，妈，这是彭圆圆，圆圆，哎，圆圆，这是我妈。伯母，你好。啊，哦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多吃点啊。对对对，哎，你多吃点，你吃点，我妈也高兴。你可别客气。大宝，你过来一下。好。哎，圆圆，我给你倒点醋，哎，就算吃香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哎，你去吧。哎呀，快妈，过来，什么事儿？我问你啊，来的怎么不是小彩云呢？我又换了一个。什么？换了一个？你抽什么风呢？屋里这个，拍过电影，是当明星的料，小彩云强多了。哎，妈，你就甭管了。哎，那小彩云呢？哎，得病住院了。病了。哎，爷爷，你怎么不动筷子吃啊？这孩子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去啊？怎么可能三天就去？那你们都去哪些地方呢？这可能。Hello。上海。It's so nice today. Yeah, so is my heart. It's for you, Jane. You must be remembering the first day we met in the coffee bar. I remember that.You look very beautiful. Oh, really? You now look more beautiful. I have to say,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at first sight. Hi! 你们的要鞋底不要。What do you mean? 鞋底。这个鞋金子的大大的。哎，这个哎，这个你压一下的。What on earth you do? Come on! Hello! Hello!大宝，大宝，大宝，你干什么去？啊？什么？你干什么去啊？啊，看电影。哎呀，我得出去买菜，你在家里头看着点儿。快走吧，电影要误点了。哎，我有办法了，妈。啊？哎，给妈，您来。哎、什么呀？哎，您看，这儿有个老鼠夹子，您把它啊放在地洞里，保险没错。哎，好，我走了啊。哎哎哎，爷爷，咱走吧。真啰嗦。
金枝，金枝，哎，哎，来，哎呀，好险呐！哎呦，你回来了，哟，你怎么又丢只鞋呀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啊，我差点没让抓起来。哟，咱的东西要卖出去啊，那要没个门路还真不行。是啊，不过你放心啊，我就不信咱抱着猪头还找不着庙门了。哎，你先喝点水啊！哎呀，别都灌水了，到哪吃了去？哎呀，早就好了，我去给你拿去啊！哎，真悬呐！六顺，哎，哎呦，吃饺子、哎！你先吃着吧啊、哎，我去买点菜。好。哎，我说我说，哎，金枝，啊、那你说吃饺子，这怎么片汤了、哎？你呀、啊，去问你儿子吧、啊，他们光吃饺子馅不吃饺子皮儿，我只好给你煮煮皮儿了、啊。得了。你呀、啊，就敢吃片汤吧，啊！奶奶，这小子是，啊！哎呀，这怎么搞的？是，哎呀，这糟糕！哎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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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啊，叫我，哎，四弟，鄙人姓唐，啊，刚从海外回来，听说刘先生有一笔非常可观的买卖，我特地来此恭候了。买卖？我没什么买卖。刘先生，请稍等。刘先生，可能还信不过我，我是香港巨旺商行的代表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哎，你到底什么打算？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不知刘先生肯不肯赏光，随我到新开的龙泉酒吧喝一杯啊？龙泉酒吧。对。行了，走吧。好好好。这是您二位先生要的点心。刘先生请吧。不，我说唐先生，那你怎么知道我有只鞋呢？实不相瞒啊，这个信息我是从赵秃子先生那里得到的。什么？你，刘先生，刘先生，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嘛。你想，如果我同赵先生有勾结的话，还能直截了当的跟你谈吗？啊？刘先生，请坐，请坐了。事情是这样的。我们钱老板从赵先生手里买到了一只金鞋子啊，听说另外一只是在你刘先生手里，我们打算高价买进了。高价？哎，多高啊？哎，我想10万、20万是不成问题嘞。那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喽。我看刘先生还信不过我。哎，我看这样吧，为了使刘先生放心。明天刘先生带上你的货到省里大龙宾馆来去找我，让我们钱老板和你当面洽谈，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你看如何呀？这个行啊，就这样吧。哎，刘先生，哎，慢走慢走，你辛苦了。哎，我们共同再干一杯吧。不喝，我从不喝这玩意儿，一股马尿味，你喝，你多喝点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香口自个儿留着用吧，你别往我身上瞎糟践。哎，你站好了，我看看呀。哎，行了，够洋气的了，给你。哎，你们俩出去可要小心点啊。放心吧，保险没错。哎，大宝啊，哎，大宝，哎，来了。哎呀，你快着点儿。哎，来来来，我也给你喷点儿。哎，我操。小彩云，小彩云，哎，大宝，我跟你说呀，这可是你捅的娄子，就是，去，你去跟人家说说去。我去，你快点去。我不去。你看，大宝，你快。妈妈，他说他要报复我。哎呀，这个是孩子。报复。大爸呀，你去跟人家说说吧。我啊，我去，我去。哎。嗯。我说彩云姑娘，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了，什么报复嘛，反正都大宝不对啊。这个我说，行了吧，
大叔，您甭担心，我一个女孩子家能把她怎么样？只是我怪舍不得她的，就特意找上门来跟她吻别一下。吻别？对，没错。用你们的话说，就是亲亲嘴。彩云姑娘啊，彩云姑娘，你看看这事儿，这有您什么事儿啊？您上那边去吧。啊，啊，哎，好，好，哎。大宝，来吧，大宝，你别不好意思，大宝，哎，你去说说。大叔大婶儿，这种事儿你们看着干什么呀？转过身去吧。哎，大宝，来吧，哎，你别不好意思，大宝，哎，这，哎呦，哎呦。你瞧瞧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！别别别，大宝，你看你，好了，大宝，但愿这一吻你永远不会忘记。大叔大婶，我这还有个纸条，你们看看吧。好，我走了。哎哎，慢走啊。走好。拜拜。哎。你看，这报复可真不赖。看看看看看看。诊断书：急性甲型肝炎，传染期。哎呀！他这是成天把肝炎传给我呀，他们上当了。哎呦，你看，大宝，不好了，宝，你看，你说个嘴，快，快，哎呀，这是，哎，你看这事儿都邪了门了。这姑娘，你说说这时候她怎么想出来，都想绝了，你看。哎呦，你别站在那儿废什么话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我说、啊、说，我说甲型肝炎是非传染上不可。你废什么话吗你？不，你快点送他到医院去，这是省城啊，我就自个儿去了。哎，这事儿闹的。你呀，自作自受，活该你。哎，这瞧什么呢？什么东西？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刘先生，你辛苦了。刘先生，我们钱老板在里面恭候多时了，快请吧。刘先生，请进吧。钱老板，钱老板，坐下吧。哎，我说六顺啊，今天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哎呦，金鞋拿过来吧。不，只要你把金鞋拿过来，我绝不难为你。不，拿过来吧。刘顺，站住！他妈的，刘顺！刘顺，金鞋藏在哪儿了？我没金鞋，没有金鞋。不说，我宰了你！我说，你就放开我，就说说不出来。说。胡子，你怎么了？六叔，快开门！六叔，站住！
刘顺，你他妈给我出来！干嘛？进去！进去！你看谁呢？啊，对对。躲哪儿去了？走不远，他那么走不远。哎，到那边找找。走，就在这旮旯。那个车底下。这位黑人兄弟，您认错人了吧？黑人，哎呦，哪跟哪儿啊？这，哎呦，认识了吗？哟，怎么是你呀？你这是怎么刚从非洲回来呀？啊，算了，别提了，我呀算倒了大霉了啊。哎，老哥，饿坏了，到哪儿吃的吧？正好今天回家不赶趟了，就住这儿，咱俩就个伴儿吧。哎，好，来来来，哎，把衣服脱了，先洗洗啊。喝，马哥。哎，那怎么喝？举起来，举起来，举起来，来喝，来来喝，干了。哎，吃菜，老哥。嗯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。你看，管不来喝了。还能问您贵姓啊？我也姓刘。姓刘？哎，咱们是当家的。哎，我是当家的。嗯，我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哎，老哥呀，啊，上回我坑你那个事儿，我做的实在不对。我对不起你。算了，别把那事儿啊放在心上啊。既然你提起这个事儿，我倒想给你讲个故事听听。你说吧。你知道刚才洗脸的那个水塘它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它叫娃娃塘。叫娃娃塘。哎，这娃娃塘可有个来历啊。听说老年间这里是块平地，
住着个祖祖辈辈都卖粮食的粮食贩子。他心术不正，靠挖沙子往粮食里边掺，发了财。这财越发越大，这沙子呢越掺越多，这坑啊也越挖越深。这年下大雨，那坑里涨满了水啊。那粮食贩子，他那两个大胖小子正在坑边上玩，嘿，掉进坑里边，那活活的给淹死。哎呀，你看看，那他家不缺货了？嗯，可不。后来呀、这人们给这水塘起了个名字叫娃娃塘。哎，听说呀，每到孩子死的那一天，都能听见孩子的哭声，那哭得可惨了。那是真的？那可不真的。你妈死了，哎呀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，大宝？你看看就知道了。哎呦，机智啊！哎呦，我的好机智啊！嗯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坐下坐。这是金枝。哎，金枝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你说呢？你甭问我，你去问他们吧。哎，我说。你们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啊，哎，你们是吃大户怎么着啊？这不是成心丧气我吗？放下，哎，放下，放下，别吃了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把碗还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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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给他。没门！打你个臭崽子！打他！你。凭什么打人？打你自然有打你的道理。哦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，告诉你，到这儿来的都不是外人，全是刘地杏的长辈。贾宝，给他看看。对，给他看看，看看，好好看看。哎，啊，你看，这上面叫刘老三的。就是他老人家，刘老三，没错吧？哎呦，我没错没错。哎呀，多年没见，我把您老儿都忘了。哎呀，太爷爷太爷爷，都赖我有眼无珠，我该打我该打。啊，他们啊，论辈分也都是你的爷爷啊。我。啊，怎么着，意思？爷爷，怎么着？爷爷，爷爷，爷爷们，还有啊，那个啊，狗蛋儿，过来。哎，你别看这岁数小啊，论辈分，你得管他叫二大爷。哎呦，哎呦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！哎，二大爷，你玩水枪呢你？哎呦，我说爷爷们，如果问一句，你们到底干？你还有脸问呢你？告诉你，我们是来悼念老祖奶奶的。你小子也太缺德了，为了发财，你把祖坟都扒了。扒祖坟？我没扒祖坟。查对过了，你们扒的就是咱们家上述十二辈老祖奶奶的坟。不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扒祖坟呢。那不信，不信你问金枝。哎，金枝，哎，金枝啊，来来来来，来，你跟他们说，咱们是不是不知道？我们是不知道啊，你看看，不知道吧？啊、再说我们也没扒祖坟呢、哎，对，不过是人家偷驴，我们扒了个角儿，哎，那就是。你还敢强词夺理？你这个大逆不孝的东西，跪下！跪下！我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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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爷爷呀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您瞧他这不是给您。你少废话吧，你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给我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来呀，把孝袍子拿来。哎，给他们把孝袍子穿上，让他们上大门口跪着去。好，出来。哎，出来。哎，好，二大爷，跪下。哎，跪下。啊，跪下，把杆扛起来。啊，把杆扛起来。别客气，二大爷。哎，
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还不是冲着金鞋来的？那可怎么办呢？事到如今，不是鱼死，就是网破。啊！哎，快去，去把赵兔子找来。什么？你疯了？不，我一点都不疯。我刘刘顺这回一定要做次真正的男子汉，让你看看。去吧。哎，哎，就冲你这句话，我去。怎么样？都吃饱喝足了吧？啊，嗯，好了，那好啊，下边就按咱们商量好的办。好，好。哎，狗蛋，去把你大侄子叫来。大侄子，太爷叫你呢。这知道了，二大爷。走。哎。走，哎呦，站下去。啊，好好好。啊，太爷爷，走近点儿。好。太爷爷，您老儿有什么吩咐啊？你老慢。我问你，哎，听说你八祖坟扒了只金鞋，有这事儿吗？你别听旁人瞎说，这没那么回事儿。这胡扯！我告诉你，纸里包不住火，那可是祖上的东西。论理论法都不能由你一个人独吞，你还是拿出来，拿出来！哎呀，太爷爷，太爷爷，没有，没有，哎呀，不，我不是，不是，我不是不拿出来的，那就没那么回事嘛。你大胆！小子，我看来你是要钱不要命了。我不是那样，可就怪不得大伙了。我说太爷爷，你来动手吧，动手！我说太爷爷，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！哎呀，我说太爷爷，您老别生气，您老高抬贵手，我真的没有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别乱看！哎呦，别乱摆！你现在不行，吵架了，你快开什么门？你们这还行？不，你们，哎呀，你开开门，开开门！你怎么了？哎，这厨房，你这翻什么呀？你看，哎呀，那面里头什么都没有啊！你拿过来，别乱翻！你们糟践良心了，你们这！哎呦，哎呦！哎呦！我说老祖宗们，别让他们翻了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我哎呦！不行，就是390扣也不行，我非得把东西翻出来，拉你去打官司。哎呀，你别！老太爷，我们在屋里头发现了一个洞啊，大伙儿让您去看看。走！不，老祖宗不能是我们的宝贝！哎，走开！站住！回洞！就这帮家伙！你们这干什么的？胆子不小啊，同志们，怎么着？走走走，怎么着啊？啊，刘顺，你怎么了？这是，别提了。饭馆里埋地雷，诈吃诈喝，你们竟敢私闯民宅，侵犯人权，这是犯法行为。哎，我说同志，我说去一点，我去你个老棒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放老实点，听我说理。哎，同志们，怎么着？为了维护社会治安，咱们上里边查查去。走走走，看去。好，看看。翻这个眼，真是不像话，太不像话了。哎，啊，廖婶啊，高意思，我绝不会亏待你。东西在哪儿？啊，地洞里。好样的。走走。刘顺，哎呀，快点快点，吃饭了，我来，快点，我说快点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，哎呀，我告诉你们，我这耗子夹子可都通着电，你们谁敢乱动，我这电门一拉，你们可就全玩完了。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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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废话，不行吧？跪着去。跪着去！哎，来有话，来有话说，我可拉电门了。哎，别别别别，不行，快，咱们快，别拉。哼，哎，太爷爷呢？哦，在这儿呢。太爷爷，来，太爷爷，瞧，扒咱们老祖奶奶坟的，就是他们，这帮兔崽子。太爷爷，
我把他们抓住了，就算是我立功赎罪了。哎，好小子，你这么办，我们赞成。哎，好样儿，金枝，快去把金鞋拿出来。哎，好。哎，一会儿太爷爷请你喝酒。嫂子，就你应该这样。哥们儿，看他们又不是好东西。嫂子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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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六叔。金枝儿，别管我这么做，咱这些日子受这个罪呀、啊。他叫我明白了一个理儿，这不义之财不能要，他不是福，他是祸。你说的对，这种日子我也受够了。这样吧，哎，咱们把他还有这帮家伙、一起交给政府，让政府来处理他们。好，应该这样。好，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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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公安局的来了，是我让大宝叫的，那还不快把他们给押出去？哎，别！我呀，我得让咱公安局同志看看。看我刘刘顺是怎么执勤盗墓贼的。心相通。